唐人街探案是吧？唐人街探案最早的第一集。唐人街探案是有他吗？有，他最后最吓人的就是他。恶人是不是该这么想？吓人吧？妹妹是这样的，拿这个，拿这个。是的，妹妹是这样的。哎呦喂！每个人从出生就注定扮演各自的角色，有的是善，有的是恶。你呢？恶人是不是该这么想？人是不是该这么想？算了算了，应该不是吧？你这演的，你哎。你特别像机器猫里那个康夫，